天然的，那有时候也可以用木头就好了。以前的战火哪有在瓦斯跟那种天然气能够烧，就是木头了。来，左前方这个是新城区哦，在城堡里面那才老城区，老城区才是 UNESCO 自然保护区哦。外面是他们知名的住家哦。啊，你喜欢爬山就自己爬上去哦。那你为了要退费，可以再走下去哈。那我们刚刚车子也是这样绕下来啊。